我觉得能够到文科学院来跟各位分享我们对达尔文这个主题的心得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可是我必须要说，今天早上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面呢，不是只有达尔文，而是从达尔文这个人跟他所做的成就衍生出来的一些思考。其实这是我觉得我们看这个书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对你自己跟你未来的做事方法有没有影响，有没有改变。在这个地方我当然很高兴看到我们科普馆的同仁杨主任，也很高兴看到 Digital Projection 的投影机。各位可能不知道，这是台达电的专属投影机。我前几年请了台达电的董事长郑同华董事长到西头参加我们的吴大猷科学营的演讲。你知道吗？台达电的技术团队前一天会到现场，在后面架起大的音架来，然后把这投影机摆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不用别人的投影机，只用自己的投影机。但是我觉得，哎呦，有这么严重吗？一定要换投影机。可是后来看了以后，还真好。所以从那个时候两三年以前呢，我们就跟台达电密切合作。你今天是没有机会讲我们自己所做的大型科学教育活动。所谓的大型科学教育活动，听起来好像很 boring。实际上是什么？是大型科学户外舞台剧，结合了音乐、戏剧、舞蹈、多媒体跟火焰特效，然后在一个户外的舞台上，那个舞台看起来就像是热门音乐演唱会，只不过主角不是周杰伦，主角是天文学家伽利略，伽利略，或者是天文学家哥白尼，或者是物理学家法拉第。最近这几年我发展出两三出戏来，每一出戏一个晚上花费是稍微高一点，没有梦想家那么高，稍微高一点啊。但是呢，那个戏我感觉到，就是一个晚上是几百万的花费，一开始是一个晚上几百万的花费，可是现场来了8000人，你除了一下以后，单位成本还是比较低的。更令我感动的是说，现场我们找了公共电视来，出了7台摄影机，还包含那种高低的升降的那种摇背的 crane， 拍了一个非常完整的 DVD， 那个 DVD 后来被中小学老师大量索取，带回班上去做教材，5000片，出去的5000片，你想每一千片能够触及的人数的话，这样说起来一个晚上几百万其实不贵。所以就在那一次以后，郑先生，当时郑同华先生是提供他们的投影机，让我们在中正纪念堂上面打出去，不止荧幕上的主视觉的荧幕，整个中正纪念堂的白墙都是第二套投影幕，所以整个伽利略的影像跟他当年的宗教中世纪的宗教影像出现在中正纪念堂上面，还蛮不错的。从那以后，郑先生对这个科学舞台剧很有兴趣，那我就对他的投影机很有兴趣。然后其实后来就不断的合作，然后在去年，其实就想跟大家讲一下，去年我们做法拉第，科学家法物理学家法拉第。我跟学生说我要做法拉第的科学舞台剧，学生说老师太好了，我最喜欢跑车了，不是法拉第跑车，是物理的英国的重要的物理学家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 他对我们的贡献，各位你每天都在用，可是你没有感觉，他是经由电磁感应发现了电磁感应，然后发明了马达跟发电机，就是 Michael Faraday 这个人把我们全世界人带到了电气的时代，开始用电，所以那个节目叫《让世界动起来》，他真的用电推动了整个世界。而那个人是如此谦虚，他只有小学毕业，却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伟，我可以讲最伟大的实验科学家，完全没有理论基础，可是呢，他的实验做得很精彩。然后那个人如此的谦虚，以至于后来英国女王要封他为爵士，他就拒绝了。他说：“我从研究里得到的快乐，已经让我无比满足。”你今天封我一个勋奖，那个奖章勋章拿到，过一阵子我不知道会放到哪里去，这样对你也不好，对我也不好，还是不要封。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竟然他连续37年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五晚上在伦敦的大剧院里面举办科普讲座，这么伟大的科学家举办科普讲座，有好些重要的发现，像道尔顿的原子论跟他自己的很多电磁感应的新发现，都是在礼拜五晚上对着市民大众先讲，而那个市民大众一视同仁，来得早的人坐前面，可能是推车引车卖浆的小贩，来得晚的人女王首相坐在楼梯上面，是这样的。有一次女王坐在第一排听他演讲，讲完以后大家站起来鼓掌，他推到幕后去，大家很热情的鼓掌，因为太精彩，他就是不出来。女王就很奇怪，赶快叫手下进去看怎么回事，一去看他骑得快马跑掉了。
为什么？因为他答应了一个弥留的老妇人，临终的老妇人，穷苦的老妇人，在他去世以前，要在他命定他旁边帮他读圣经。你想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抛弃下帮你拍手鼓掌的女王，去帮一个临终的穷苦妇人去读圣经？法拉第是这样子的伟大，终其一生不治产，住在皇家学院的小阁楼上住了42年。退休那一天，他跟他太太三儿，他没有孩子，两个人提着皮箱下来。那么退休这天我就要离开，因为退休以后我不能再住在皇家的宿舍里面。但出去以后，茫茫人海不知道住哪里，是不知道住哪里的人，女王知道了，就在门外等他，邀请他去皇家别墅住。他还说不要，他说这地方太大，我付不起维修的费。真的是这样，像这种戏就很，因为他是电机工程，郑先生是电机，他不是电机工程，他是电机工程，所以法拉第是电机工程之父。所以我很感动，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我觉得下午郑德华先生的演讲，各位，他是一个我非常尊敬的长者。他就跟我说：“孙老师，因为这几年做的科学舞台剧不错，这样吧，去年台达电40周年庆祝会，我们不要办园游会，不要办运动会，不要吃冰粉、贡丸汤了，你来帮我们规划一个舞台剧。”昨天下午我们在中央体育场做了8个大实验，他的7000名员工来玩物理实验、玩化学实验，做科学学习。到了晚上就是法拉第的大型舞台剧，有机会下次再能够做到了。直接拍拍手就对吧，这一说，因为这是蛮好玩的。但是呢，今天我看我们待会儿如果有声音能放出来的话，哦，看到旁边一个很好的喇叭在这个地方，有声音能放出来的话，在这个地方要请主力能够接受或者是通融，让我们能够对科博馆做一点植入性行销。来，按时收回来。应该可以了吧？在这儿。我试一下它的声音好不好？我们每次今天啊，拿个。这个是我常常用来剪到了一个演讲场地哈，可以这样可以用来解释这个，来检查演讲场地的声音响设备，但是你可以看这其实蛮可爱的 right， 我都觉得这个稿好辛苦啊，他竟然能够练得这么好，能够记得一切的事情，你会觉得偶像很辛苦吗？你看他在笑。OK， 好。其实啊，很多时候，因为今天讲这个还是跟达尔文有关系的。为什么？大家可以想为什么？今天其实我跟大家放松心情，今天不要把自己当作是行政人员，自己我也不要把我当直管长，就把我们当作是好朋友，坐在这边针对自己在自然跟生活上所看到的现象，有问题就提出来，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我们从国外美国回到台湾以后，教书20年了，然后呢，这里面主要是给大学跟研究生上课的，但是呢，也被找去跟小学、初中、高中，然后呢，中小学老师上课。各位猜猜看，哪个年龄层的学生最活泼？大家都说小学。我跟你讲，小学生的活泼是不太具有知识性的活泼。你讲得很无聊，他马上睡着；你讲得很有趣，他就会开始打架。为什么打架？听到高兴，你推我一把，我推你一把，开始打起来了。但是大家知道，小学生的观念是非常直观的，他会问重要的问题。到了大学生反而不会问重要，为什么？因为大学生被训练的脑子太复杂了， sophisticated， 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小学生会问直接跟科学最根源有关的问题。有一次我给小学生上课，我说我不太知道怎么样开导我小的学生，所以我就问了一个研究所的考题。你听听看，这个研究考题是什么？Before that， 我讲了一个比方，
我说光速很快，大家记不记得从小念书光速很快，打了一个比方是什么？光速每秒钟可以绕地球七圈半，对，很好，都还记得以前的，那你好棒，待会儿再继续问你啊。光速每秒钟绕地球七圈半，我就讲说跟小朋友讲光的速度很快，每秒钟绕地球七圈半，小学生举手说老师光不是走直线吗？为什么会跑去绕地球？你知道这个问题啊，这后面有很复杂的含义，很棒，可是你知道吗，真正光不是走直线，在宇宙里面，我们的宇宙很多地方因为天体的存在，它周遭的时空是扭曲的，你只要有重力场，有质量存在，产生重力场，重力场就会让时空扭曲，在扭曲的时空里面，光不是走直线，光 always 走截线，捷运的捷，截线，截线的英文叫 geodesic， 那是一个专有名词，广义相对论的专有名词，光是最懒惰的东西，永远走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但是在扭曲的时空里面，最短的距离不是直线。你觉得我可以把这个话跟国小学生解释吗？所以真的很尴尬。然后我就有一天会问了一个研究所的考题，听起来很简单，恒星为什么是圆的？恒星为什么是圆的但又不太圆？听起来很简单的问题，但其实是研究所的考题。恒星之所以是圆的，是因为它往里面去的重力跟往外面来的压力刚好在轴向上面平衡，这种平衡的方式一定是圆球才行，方的或者奇怪形状自己会调整成圆球，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液态静力平衡 hydrostatic equilibrium， 物理上很重要的一个现象。那几位学生，结果我小学生举手说老师，有一个学生说我知道，我说怎么样，他说因为大自然喜欢圆的东西。我说可以见的，他说你看柳丁是圆的，小玉西瓜是圆的，这种旁边另外一个人老师香蕉不是圆的。然后我就继续讲，五分钟以后他又举手老师莲雾不是圆的。他们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听我在讲什么东西。我是小学生，他会问很简单的问题，但是有时候很简单的问题还是蛮重要的问题。到了初中，到了高中，你知道吗，好玩的是其实最活泼，有的知识，有点基础的知识，对于自然界的知识产生了无比的渴求，想到就问，然后完全不顾及老师的尊严的，是哪个年纪的？高中，高中生，国中还不是很熟，但知识背景和我讲，高中生最强烈。我问过远流跟天下这两个大的出版商的主编，真正买科普出版最多是高中生，大学生反而不太看书的，不太念书，不太看书，不太干什么，反正每天就是打魔兽跟上厕所，就是。高中生为什么？因为高中生正处在一个最不负责任的阶段，那是个年龄，想到就问，不关心老师万一过了以后他答不出来，对自己的分数有什么影响？完全没有影响。到了大学呢，就变得比较严肃。为什么？常常上课的时候旁边坐的不是男朋友，是女朋友，不愿意冒着分手的危险去问一些蠢问题，或者是回答不出来。到了中小学老师更麻烦，已经当了老师了，再回答错了不是很糗吗？可是我跟各位讲一个观念，问问题是学习的最好过程之一。更好，唯一比问问题更好的是什么？自己上来讲。这是为什么大学到了四年级会有书报讨论，你看一篇论文看懂上来讲，因为你要讲给别人懂，自己要先懂。所以有名的物理学家费伊曼 Feynman 就说了，如果我没有办法把一个东西解释给大一学生听的话，那代表我自己根本不懂。所以任何翻译的意思说，任何东西再复杂的东西，你只要真正懂了以后，你是可以跟家人解释给一个小学生听。我觉得这是做科学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你不能只在高高在上谈你那些科学术语，你要能够把成果跟大众分享，而这就是我们在博物馆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要不要刚刚说今天我们放松心情，为什么？我这样讲说你要问问题或者是回答问题，台湾的学生活泼可爱，充满创意，但是怎么样，抗压性很差。我最喜欢的就是拿这个麦克风深入敌后，走到学生群中间，看着学生的眼睛，用我深情的双眼看着他的眼睛，开始问他问题。台湾的学生当你这样盯着他看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突然会去问最简单的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他还要把这学生叫来看一下才知道。对，但是我就说跟问问题没有关系啊。他说老师，可是我问题问错了或者是答错了，我会觉得很糗。我说没错，你会觉得很糗，你旁边人会觉得你很糗。
但是不用担心，两个礼拜以后旁边人早忘记这件事情了，只有你会记得。这种锥心刺骨的痛啊，会记一辈子。可是你知道吗？一辈子你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这个是知识，这个知识。我跟你讲，我很多知识是这样来的。我在高中的时候还曾经到天文馆，待会儿去天文馆，士林的，那时候还不是士林天文馆，各位，那时候是什么？圆山天文。对，一讲圆山天文馆就知道大家年龄跟我差不多。傻傻的讲圆山天文馆。我就常常周末，我在高中嘛，跑到圆山天文台去看看望远镜啊，摸摸星座盘，我学天文的嘛。然后有一次就当着大庭广众的面前问了工作人员一个奇蠢无比的问题，问完以后我就后悔了。但是终其一生，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这就是扎实的知识。我当然不会跟你讲我问什么问题，但我跟你讲说，今天我们就放松心情，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就问。好，我先问大家，为什么这个狗跳舞的影片跟我们讲达尔文或者是生物有关系？我小猎犬是，哎，不错，你还想到小猎犬啊，都是狗 ，OK， 好，这很好。第一个联想都是跟狗有关系的。第二是什么？这个狗在做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为什么这影片会特别？站起来。狗站起来，也会从狗站起来想到我们自己当初是什么？对，达尔文说我们是，很多人说达尔文说我们当初是什么来着？说猴子，不是猴子吧？是圆的一只，圆的一只，多少年以前？600到800万年前，大概1200万年前，我们这一只分出来，1200万年前，到了600到800万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一只从圆分出来，离开了森林，走到了草原上。然后最重要的生物形态的改变，双足直立，以两足开始行走。各位，我开始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一般的桌子是几只脚？四只脚。各位，我们三只脚有没有看过三只脚的咖啡桌？有没有看过两只脚的桌子？没有两只脚的桌子。为什么没有两只脚的桌子？三个性。站不住，站不住，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从四只脚演化成两只脚？我们会从稳定着陆的四只脚变成站起来的两只脚？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脚的面积有多大？其实很小，面积很小，相对于我们整个身体来讲，那个脚的面积其实很小。哎，各位，我们的质量中心在哪里？我看你的年纪了。那质量中心，整个身体的质量中心在哪里？那年纪比较轻的质量中心比较上面，像我们中年人的质量中心比较下面。但不管怎么，质量中心在这个地方，这其实地面蛮高的。那你看，我们只有两个脚面这样子宽的脚面，支持在地上，不但站着，还要走路，还要跑，还要运动比赛，去参加奥运会。人怎么这么喜欢折磨自己？你只有两个脚面，你为什么会走到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然后还要去跑跳跳？我讲完这堂课，这是我们上生物演化讨论课一个课。讲完以后，学生出去不知道怎么样走路。我们发现，理论上觉得自己不应该站得住的，怎么会站得住？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Why？ 就是这就是达尔文当初到了加拉巴哥岛以后，看了自然环境以后产生疑惑。各位，这个叫发现。什么叫 discovery？ 你说老师我知道，那是电视频道，不是电视频道。什么叫 discovery？ 我们以前在 NASA 工作的时候啊，我们的办公室旁边影视边有两张海报，一张海报是跟男女关系有关系的，一匹马在草原上快乐的奔驰。他说，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就让他去跑，如果他跑到后来还愿意回到你身旁，他就是属于你的；如果他没有回到你身旁，他就不属于你，他从来也没有属于过你。概念啊，不是重点，我说的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海报是什么 ？What is discovery？ 什么是发现？他说，发现就是你看到了别人也看到的东西，但是你想到了别人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现不是一天到晚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是看到很平常的东西，但是呢，不是讲的故意处有理。别人觉得理所当然，苹果掉下来的拿来吃就是。你反不反还要研究为什么苹果会掉下来？废话，苹果每天都会掉下来，又会往上飞。奇怪啊，牛顿当时没有被骂，你无聊不无聊？苹果就是会掉下来，然后他可以想到这些问题，所以这是发现。各位，为什么从四只脚？啊，请讲，太好了，太好了。来，请问贵姓？首先啊，致歉一下，刚刚称呼馆长为学长，不好意思。其次啊，他是为了安全跟生存。能不能说明一下为什么要这个生存？因为
因为它四只脚跟站立起来它高度差很多，所以它视觉的角度不同。比如说那个